当虎牙劳模，真的，以后每天你们看我直播就是看到你不想看为止，不要天天说我什么不加班，什么公务员，虎牙公务员，我以后每天都是加班，每天7个小时起，这就是我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了，兄弟们，我升华了。打威古斯的话，等级起来杀他跟杀鸡一样，杀他就跟杀鸡一样的，把每个刀给补好。跟他补刀，我们还比他多补了一个刀。为什么要加班？因为我想当劳模呀，多上班啊。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，兄弟们，不然我不然我不努力不努力工作，买不起眉笔了都。我要努力上班。我反思了一波自己啊，我成功反思自己了，我要好好上班。别打别打哇，兄弟，上路没线，中路没线，这波真不要打，打不过呀，兄哥们。哎呦，怎么打呀？英雄性质就不一样，是真打不过的。这他妈是人才，我操！这他妈是人才。没办法，主要想多陪你们一会儿，兄弟们。都来了，兄弟，都来了。我你不能要我妈吸血鬼来的比妈威古斯快呀，老弟，是不是？你得讲点道理啊。我吸血鬼还能跟威古斯抢先呀，抢不过他呀，兄弟，你得看英雄啊，你得看个英雄啊，对不对？我能去我也尽力再赶了他，我前面不可能先去的，我英雄上的性质原因。好 ，A 我，瞟我一下。说他一口，说他一口牛牛，玩吸血鬼要多说一说。今天请我吃个猪脚饭，我开个牌子。你这算盘打得挺好的，你不是先卡牌子再吃猪脚饭吗？卡牌子1毛钱，猪脚饭20-30块钱。算盘打得可以啊，你要都像你这么会做生意的话，估计大家都是很有钱了。
太会做生意了。给你回，我让他回，没事。回嘛。哒滴哒滴哒，哒滴哒滴哒。喂，哇，吃个药，吃个药。哎呦，怎么搞这么准呢？你啊，走喂、哦、换人了，这人换人了，这精准度明显是提升了呀，我的走位被他摸透了，现在下路没了，不要给魏古斯好吧，阿乌拉都已经烂了，坏了坏了坏了，估计队友又要怪我，哎呀，我的，我不能让他压力辅助，因为是辅助给我让的位置，兄弟。我必须这时候要勇敢的站出来，承担这份责任。人家风女给我让了位置，还要挨骂，不行啊！这锅我赶紧自己主动背上。nice， 很帅吧？玩弄他，不让他吃炮车啊！经验都不给你闻，来把我往前恐惧，恐惧到他自己脸上去了，说他一发红怒。我都不想越他了。起身一个红 Q， 一个小 Q 他就死了，不用扣六，兄弟们，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基础的操作、哎、他已经放弃了，因为他没技能了，手里技能全交了，没有恐惧，包死。回家，关注了有牌子超粉，为啥没猪脚饭吃？我，哎，现在出门刚好请你吃一碗猪脚饭嘛。为六块买包龙凤呈祥，六块我也给，六块龙凤呈祥，六块钱给，
还有这个吃猪脚饭的吃，都给都吃了，兄弟们，人人都有份，人人都有份，好吧，人人都有，人人都有。要不是发红包太麻烦，我都巴不得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给你。都有都有，以后你发财了别忘了我，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请你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猪脚饭啊，兄弟，我就当它是一笔投资了。好，队友现在已经崩了，压力给到我们了。正眼我来吧，刚刚那个要六块龙凤呈祥的兄弟，我赞助你25买到芙蓉王，好吧，算了，抽利群吧，赞助你20块钱买包红利群，好吧，哎，六块龙凤呈祥，成什么成啊，给我上芙蓉王，直接上芙蓉王，看我直播什么牌面，我有允许你抽龙凤呈祥吗？必须给我上芙蓉王，最少芙蓉王。没芙蓉王，没抽芙蓉王的跟我讲一讲，每人安排一包芙蓉王。这还抽6块呢，我不允许。想了想，你6块的不行的，必须给你上芙蓉王，好吧。说你一口呗，放的技能放挺准的，好红，打他一套，帅不帅？好，一个大招，一个血池，闪现一发红 Q， 呜呼，他很绝望，这是他没有他操作不了的。操作不了，小龙我们就去不了，因为我们没有技能，也没有大招了，这波肯定是不能再去了。有人来了，我就是听到有人做传送门了，他传送门过来再刷那个三郎啊。打野怎么感觉脑袋瓜都给人干碎了？拜拜！装什么？你敢上吗？螳螂是吧？600块。老虎屁股你都敢摸，我可以吧，安慰他的心态，感觉心态有点崩，
可能前期还对我有点怨言，我这么一招以德服人，他瞬间哑口无言我猛不猛，兄弟们？我就问你们，我猛不猛？我再发个免费的猪脚饭吧，主要是每天下班给你们发红包，好多呀！就弹幕模式，免费的啊，猪脚饭，你想吃的就发个弹幕就行了，发个弹幕就能参与少林寺的一个猪脚饭，这个是免费的一个少林寺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免费的啊！我再强调一下，免费的。这个你给不给？啊，少林寺是免费的一个猪脚饭，兄弟们只要发个弹幕就能参与啊！大家可以扣个六啊！为什么可以说今所有人今天已经可以用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已经可以了啊！今天更新完，已经所有大区都可以发所有人了啊，兄弟们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所有人了。都可以发所有的，哎呦，我哎呦，能不能挡？我也好挡，一个平 A， 一个 AQ， 哇哦，帅帅，拜拜拜拜拜拜。Double Q 啊！这个是帮老板上大师的，帮老板上大师的。目前转山。啊，三连四是免费的猪脚饭，兄弟们扣个六啊，发个弹幕就能参与，扣一次参与一次，扣两次弹幕参与两次。大家没事干可以多扣个弹幕什么的，回家饮宴。哎呦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哎呦，老阴逼小螳螂，我大意了。有没有兄弟们不要我以后送的劳斯莱斯啊？想先吃碗猪脚饭预支一下。等我发财了，直播间每人一套房加一辆劳斯莱斯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没吃到猪脚饭的也没事，不用着急，都有都有啊，都有。主打就是大气。现在没关注的，现在关注还来得及，不关注到时候只能开马自达啊，就冲你马自达和小电驴了。萨姆拉居然想操作，哇哇哇哇哇，帅，有点帅。好吧，免费的上电视还有七分钟，大家只要发个弹幕就行了。螳螂来了，螳螂来了，他现在在刷那个，他在刷三狼。发生了什么？
来来来来来，我就看看，我就看看你武器大师命有多硬。我就看你们命有多硬，好吧。还敢敲我。等我一发红怒，兄弟们，等我一发红怒，我要吸个小兵攒一发红怒。